那一点线大概应该是100米，我也不知道你多少，我找99米。线首先插在刀穿平刀口这里啊，按一下长度清零。那我现在设的是99米啊，按一下部位，它就送线出来了。这送线的时间是可以调的。然后第一条线要靠这个边，靠平它，按启动。99米切断了，切断了，大概还有一米多一点点啊。取下来吧，取下来。取下来就松这里一个螺丝就可以了，松多一点。